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此三星堆再发掘，相比1、2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你随便你。磕你的磕，磕，移不动，松手，松手，上面有点儿支着。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座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
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明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对。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对，你现在比如说给他制造原料，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因为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比那个细点的，确实是。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对，它要哦，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
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纬之华，礼仪之大，纬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
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圈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0000多只。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拆。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目前就想把矿器砸球之后把边上的
不结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进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叠。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你这边土不动啊？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你砸个栏杆砸个杆。嗯，砸栏杆。哦。韩露宁秋意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的提取。新鲜的，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鼎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
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我叫任俊峰。我叫于建。我叫肖庆。我叫王聪。我叫徐斐宏。我叫赵浩。我叫许丹阳。我叫郑鹏。我是李思凡。是肖永泉。李新松。顾旭涛。王凯。李小泽子。霍良心。我是刘宇。我唐晓。我叫杨林。